世界其实很复杂，然后就是我们也都遇过很多事情，然后可以让我短时间忘掉这么多复杂的情绪的时候，就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怎么讲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很像那种，国小啊、国中的时候那种，什么都不用管，可能一天，就是上课嘛，然后去网咖玩什么，那种就是，就像伟静讲的，我们昨天去那个去玩啊，那种感觉，就是好像什么都不用管，然后只是单纯的享受。很快乐的那种感觉，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在
你年纪越大的时候，然后你接触这个社会越复杂的时候，你越难可以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我很珍惜，就是跟你们一起表演的时候，然后还有大家，就是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舞台。